早前有消息称李娜的故事将被拍成电影，外界在期待之余也纷纷好奇究竟哪位女星出演网球一姐。昨天网球大师官方微博居然爆料称赵薇已经基本确定饰演电影中的李娜，但随后麦田 CEO 陈立志却对该消息斩钉截铁地否认称不知道这个消息来源是哪儿，但截止目前肯定没有赵薇主演李娜这回事儿。而李娜片方随后也表示只是传闻而已。媒体记者随后也联系了赵薇方面的宣传人员，对方透露今年上半年赵薇忙着拍摄杜琪峰的新片《三人行》，拍摄完毕后会短暂休息一段时间，下半年则又要开始筹备自己的第二部导演作品，目前并未接到出演李娜的邀请。 YES 新闻中心上海报道。